天下卫视全天八个小时的新闻节目，让您时刻紧贴社区以及全球新闻动向。早上七点半，中国新闻；八点，今日亚洲；中午十二点，午间 Focus 全球新闻；下午四点，今日关注；晚上七点，天下新闻；晚上九点，少康战金室；晚上十一点 ，Focus 全球新闻。关心天下时事，请锁定天下卫视。